就中午出去吃个饭啊，他又让我等了一个小时。行，啊，你等会儿看我怎么整你。就是不给，开始给我打电话了吧？啊，喂，老婆。哎，老婆，你到哪里了？啊，我这马上就到了，马上就到了。啊，那你快点啊，我就在小区门口等你。啊，行，你不要着急啊，啊，我马上就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十分钟后，哼，我就知道你忍不住了。哎，老婆。哎，老公，你到哪里了呀？你太慢了。哎，这不是有点堵车吗？那个，你不用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会儿多给你点两只螃蟹，行吗？好，那你快点啊。啊，行，你不要着急，我马上就到了啊。好，好，拜拜。一个小时后，又忍不住了吧？啊？哎，老婆，你还能不能到了？我都等了你一个小时了。哎，老婆，我这不是那个路过一个礼品店，我想着给你买个礼物。饿死了，在那里又热又饿。哎呀，我这不是好长时间没送你礼物了，我给你买个礼物啊，马上到啊，你不要着急啊。快点啊！啊，好，行，好，这样吧。两个小时后，热死我了。哎呀，老婆，这不是又堵车又给你挑选礼物了？知道我有多饿吗？哎呀，我知道，这不是给你挑选礼物了吗？什么礼物啊？当当当当！什么呀？这前两天你不是说老有蚊子咬你啊，又头脑不清醒啊？这个管用，我从小就用这个。传家翡翠型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你留着自己喝去吧。你不喜欢？该吃饭了。我让你等。